梦见已故长辈什么预兆？长辈去世是一件让人悲伤的事情，那么梦见已故长辈有什么寓意呢？求学者梦见已故长辈，可能表示你近期的考试成绩会很好。年轻人梦见已故长辈，可能提醒你要特别注意自己生殖系统的健康和爆发性疾病。职场新人梦见已故长辈，可能表示你最近的工作需要跟别人合作，沟通协调能力也变得尤为重要。独身的人梦见已故长辈，可能预兆你的情感之路比较坎坷，难以追求到自己心仪的人。